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秘密。你是给他们的礼物是吗？嗯。我看着你们这么踌躇满志啊，我更担心了。我怕不成功，你们谁去开启告白之门？我。行，那你去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，得问你们几个问题。如果他们不来，你们会伤心吗？我不去那么想，他肯定会来的。你不会伤心吗？他要不来，我揍他。你呢？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丢下我吧。你呢？我也挺有信心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来。如果他们来了，说想晚点再结婚，很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，你们又怎么办？这个私下来再跟他做做思想工作。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意见，你们都要坚持，那不等于是强迫别人吗？没有，但我相信他们是愿意被强迫。对，你们有点太自信了。但是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很自信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，请按键。可能太忙了，对啊，来，他可能忙，请假假。有人没来哦。他可能太忙了。真的是因为太忙吗？是啊，他之前有打电话，他有打电话说过，他说挺忙的，他说他尽量。告白时间。